生活就这样，就这样过生活。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葡萄牙里斯本佩德罗四世广场旁的 Rossio Hostel。这一次我们住的青年旅馆，那青年旅馆的话是两个上下铺，那除此之外这边是储藏的空间。外面的话就是风景很好的广场，那床铺的部分的话有枕头棉被，那下面的话是空的，那如果是六人房的话下面会有自己的那个锁，就是可以锁自己的行李的。那这边的话是浴室，十号男生浴室的话有三个洗手台、厕所还有淋浴间，淋浴间有附洗发乳，那沐浴乳的话自己带，不过如果你要毛巾的话记得跟柜台拿。那这边的话还有吹风机，那外面的话就是有休息的空间，然后每一层楼用刚刚那个钥匙就可以 BB 卡进来，这边不能开。楼下就是繁华的商店街，来介绍这边的早餐。首先这边有松饼跟蛋，旁边的话有微波炉可以自行用，这边有果酱、火腿跟起司、果汁、牛奶，然后这边有各种麦片、水果，上面是杯子跟盘子。那旁边的话还可以请人帮你做陶土司，这边的话是公用冰箱。